小蜘蛛教程，一节卫生纸团成球，用扭棒在上面像缠毛线球一样的缠绕。具体操作看视频。接头尽量在扭棒的交叉处，绕一圈后扭棒可以把接头盖住。把纸团完全盖住就行，多余的剪掉。打胶把小尾巴固定住，做好后的样子。15厘米同色扭棒对折，从一边往中间盘出个圆，另一边也是。中间打胶粘上眼睛，我用的是7毫米的眼睛。反过来打上胶，粘在身体上。按压固定一下。一整根同色扭棒剪成4段。然后交叉摆好，找到中心点拧几下固定。把每条腿打开，调整一下形状，修剪一下长的，让每根腿的长度一样。修剪肩上的绒毛，上下左右都要修剪。中间打胶粘上身体，按压固定。每根腿轻轻弯出弧度。小蜘蛛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我还做了一个小眼睛，腿上没剪绒毛的，帮我看看哪个更好看呀。